你不能让我招风，说这个医药慢慢把我都想到了。嗯，我就知道你们根本想不到。这是史泰龙的粉丝吗？这是？咱龙，你事儿没事儿。哎，阳光，奇怪，你好心怎么这么烫？他问我怎么？在家给你包好的汤。吃着喝着。没事儿，你习惯就好了，没关系，就得这么包着啊，天天这么包啊。护士，监护室在哪儿啊？往那边走，走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您好，请问可以领来什么？给我看一下。我是另外的家属。 在这签字。啊，我也是来领那个奶粉的。哎，你怎么起来了？赶紧回床上去，快啊！行，医生说了，我得多活动活动。 这样对牌子路就好处。你别扯着伤口。什么呀？啊，这个领的奶粉。哪领的？医院领的呀。人就怕你早产，然后不下奶，孩子饿着。特意给准备奶粉，多体贴啊。老公，我从书上看了，人家说宝宝下生以后的第一口奶非常重要，要是喝母乳的话，就能提高他的免疫力。 我这不是也是替你着急吗？你说费半天劲也不下来，那怎么办呢？老公，我是不是特别没用？这不是，这不怪你，我都听人家那个其他产妇的家属说了，头几天就是难受。我再溜溜。慢慢，难受你躺一会儿啊，我看着你都难受。 这能下来？阳光，阳光，这又怎么了？这是啊！哎呀，慢来了，这不是急着下奶吗？昨天干了一桶鲫鱼汤，这回奶倒是下来了，就是乳腺有点多。那个，催奶师正帮着给疏通呢。医生不是说了吗？这会儿得清淡的。啊！哎呀，他这就是心急呀。但是你怎么不拦着呀？这时候。
灌那个荤的，肯定这样的结果呀。已经通开了，院子里面特别容易堵奶，堵奶特别容易引起高烧。你跟他说。嗯，也会影响奶水的质量，所以一定要注意睡姿和饮食。听明白了。好，那我们能进去了。可以。可以。谢谢啊。没事。老婆，行了。老公，快点儿就送去。哎呦，快快。哎，好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刘爱同志，刘爱宝贝。哎呀，怎么出这么多汗呢？快点擦擦。哎呀，你说你怎么那么任性呢？啊，都生了孩子的人了，怎么那么不听话呀？医生跟不跟你说咱要喝清淡呢？我知道，可是婆婆说得多喝汤才能下奶。他妈让你喝的。我这叫踢他一脚。妈，你别这么暴力。我不对他暴力，他就对你暴力啊，赌了吧？他也是好心，不是吗？我当妈才知道，就是妈妈，为了孩子什么都能忍。哎妈，给，哎，没事。我跟你说呀，这伤口切得疼一阵呢。嗯，一定别下地乱走啊！嗯，好好躺着养好它。好。哎呀，疼吧？妈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唯一就觉得有一件事特别可惜，我要是顺产就好了。刘爱刘，哎呀，就这么没了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嗯，你知道？世界上最疼的事儿是什么吗？就是女人顺产生孩子，你这万幸啊，剖腹产呐、啊！你知道当时我生你的时候疼成什么样吗？我当时就想，一定得生个儿子。对不起，没别的意思，女儿好，女儿小棉袄，妈不就。不想让你受我受的罪吗？你就是重男轻女。你平时对阳光比对我好多了。你看那阳光去咱们家，七个盘八个碗的伺候着，各种好吃的。你真傻假傻呀？我对他好，不是想让他对你好啊。我不对他好，他能对你好吗？我对他好，他才能对你好。知道。都什么呀？行，先把妈的那清淡的汤喝了。又是汤啊？那不，那待会儿再喝。没事，为了我儿子，喝。好，我给你弄完了。